这一球一样打到了右半边方向，但是距离满身越大，这个球落在了界内，这个球在界内，高日杰现在已经冲上二垒了，哇！这个球被打在了中线的位置，打穿了防线，中间形成安打，那二垒上的跑者高宇杰现在是被挡下来的。李胜宇在前面四次的打击机会，而来看一下这个球打在了左半边方向，要来看一下距离够不够远。三垒上的跑者现在是往前冲的，而这个回传球是来到二垒，那就是送一分给中信兄弟，让张志豪形成了一个高飞牺牲打。啊，陈子豪，抱歉，陈子豪。陈子豪的一个高飞牺牲打，让中信兄弟呢现在是9-3暂时领先。一上来也是很干脆的，直接对第一颗直球做攻击。嗯，